我是要休息。大家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觉得我有 Bruno 的洗好澡的味道。是我的裤子的味道。耶！妈妈，那个芋头牛奶请你喝，你快来喝。晚上好，大家。今天几号啊？今天4月11号，我刚刚要睡去了。你们看，我最近在努力的留指甲当中，上次给你们看的不一样，我这次去做的不一样的，因为它上一次掉了。然后我就做这个。你吃晚餐了没有，妈妈？那你要吃晚餐吗？你不是想吃意大利面？好吧。我也不知道哎。讨厌。你在请我喝哪一杯？那一杯。哦，帮我插好吸管了，怎么那么好？对呀、啊，好贴心、哦。你好贴心哦，让你喝一个八角蜜。那是妈妈喜欢的，对不对？那你最贴心了，贴心。你真棒棒。诶。好棒棒的，不诺不诺。我刚刚睡醒。啊！Where did you go today? You go on a date with yourself and yourself. 哎，侬知道？给我自己跟我自己。德全说他会玩，好的哟。我自己跟我自己。跟你们分享。姐姐们就说：“你今天跟谁说？我跟我自己。”Me and myself. Yes, me and myself. 可以给我休息吗？手机。休息。手机没有手机。
我要再粉丝。也没有加冰啊，那个超级舒服了。现在我终于，我觉得我刚刚睡个午觉，那个小腿有点小，就前几天小腿肿肿的感觉。为什么？period 还在。有，我其实好多了，好很多。没有，就是那天好痛，肚子。我真的，我跟你们，哎，我有在多粉跟大家分享我那一天。的猫还好吗？我要，所以是顾着睡。对啊，等下跟你们分享。今天早上我差点要忙死。今天早上很有趣。你的猫怎么很有趣？今天早上人力不足，对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生不如死的那一天，我下午回家嘛，我就想说先休息一下，因为我是，谢谢。没有大象。我就想说，我先回家休息一下，起床，而且因为我早上月月来，然后我就觉得会很不舒服，但是我还很开心，我想说，难得不痛，因为我通常要月月要来的时候呢，就是会先肚子痛，就是一定会先肚子痛，然后他就说，哦，感觉要来咯。啊，你进来这边来。我要跟大家分享啊，然后就想说，难得很痛，就很开心，就哇，下午的时候哇，好暗哦，妈妈，我想要那个灯哎，这样比较好。忍痛我就睡觉，睡，我大概三点多睡到我四点多睡着的，然后我睡到八点嘛，我就跟你们说我实在太不舒服了，今天要请假，之后我要睡。我要睡到11、12点，我说啊，起床想要陪跟国妈看个电视，结果我根本就没有起床，我就睡着，又睡到又睡到一点多，然后我就起来了，我也睡太久了吧，我很怕想说完蛋，我半夜睡不着了，结果我醒来两三个小时之后，我又睡到隔天下午3点。我感觉我睡了24个小时，我感觉我睡了20个小时，可是中间有起来一下，有起来，但是我前开始觉得我睡很久，那我就吓到，我说天哪，我也睡太久了吧。不愧是你，平常的睡眠时间已经够长了，加上特殊时期，真的是。一整天都不见了，但是睡得很舒服。今天忙死了，今天早上打工人力不足，只有我跟老板，还有另外一个同事。然后人很多，然后我很紧张，因为我很紧张，我就很着急。记得业配啊，对，我等一下晚一点来发业配。四月的生写真已经上映咯，大家赶快！四月的我好喜欢，好可爱。奶，哇，你只的尾巴这么厉害啊，提哥，你起来了，你跟我一起睡午觉。你说，那你按摩耳朵。你喜欢耳朵吗？提嘎，怎么啦？
果果是五六，没错，我这个月也是两天。那个大健先生叫他赶快过来，他最好赶快来跟我报好消息。你说啊，你说。哦，这样哦。哦，我的妈呀！我碰到你就想过敏，我对你感到过敏啊，七哥。真的，对你过敏。他一来我就过敏。甜蜜的负担吗？我对你过敏怎么办？而且最近，因为他最近感觉在换季换忙，刚刚还没有开机，现在也还没有开机，我的脑子。前两天凉凉的，然后今天又好热，好冷啊！今天好热，你又流一堆口水，你肮脏脏啊！别再流口水了，猫咪。猫咪，还没吃晚餐。我觉得我最近屎尿又变小了些许，心情不美丽了。又是吃两口就饱了的那一种。哎，你嘴巴有口水很多哎。嘿，杰克，晚上好。还是你们来陪我挑照片好了，等一下就可以发文。而且我刚刚睡着的时候还忘记。还忘记充我的手机，果果要业配的真多。你说公演还有春雪针吗？还有直播，下个礼拜、欸。大家有看到了吗？对对对，饭水偶像，啊，饭水偶像是那个吗？那个吗？跟你们一起的那个对吗？国的国语真 James 亮，真是啊！聚餐，没错没错。我很期待耶，我们的饭水偶像终于可以进行了。对不对，七哥？你想要去跟我，你想要跟我跟大家去看，你想要跟我跟大家见面吗？真的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是疫情的关系嘛，好可惜。不过这次终于可以跟大家见面了。
我们有约好要 dress code 吗？还有下个礼拜一的直播，大家知道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吗？大家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了吗？范是哦不，为什么？比如粉丝表演，我超级期待，请表演给我们看。你们要想好，你们要表演什么？平常都是我们表演给你们看，换你们表演给我们看了，耶！Hello， 绿蛋糕，勇哥直接放弃，可以报报了不去吗？不行，你们要表演。你舌头怎么露在外面啊？嗯，真无可爱。勇哥，你会来吗？我们5月18号，还好我没有要去。应该是自由报名吧。Just one question, anything you want from Singapore? 绿蛋糕！I do want a thing. 我需要 Sephora。我跟你们，因为我用的遮瑕膏是我在 Sephora 买的，台湾没有的牌子。我最近快用完了。你要带伴手礼来找我。算遮瑕膏试试也不行啊。想要绑头发。都会去耶！好久不见，你是4月的公演来吗？还是5月的？可是我们5月的是什么时候来着？国妈今天才去看医生，国妈跟布鲁诺一样。我超级想念绿蛋糕，我之前有一个认识的好朋友，他住在那个马来西亚，他那时候回去有帮我带绿蛋糕回来，我有吃到很开心。但我最想念的还是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吃起来还是一点点不一样。我最想念的还是那个 ，Mom 那件叫什么、啊、？Mom， 妈妈，那件 pandan cake 叫什么 ？Bangawan Solo。Where's my tissue 啊？妈妈 ，Can you give me tissue？ 板嘎弯说，对对对。周年歌曲票选，你好困难欸，我想要跳那个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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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啊，那首叫什么？5月16，哇，这次好久。穿皮衣的那一套对不对？就穿皮衣的那一套啊。Mom, I need tissue, please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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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跟姐姐讲什么？好，等于是10元。
啊，我们是前一，我们是同一天吗 ？Thank you， 一步步甜不玩笑好。那首歌啊，就是过敏，过敏好不了了。有 Tiger 在的一天就好了，对不对 ？Tiger，Tiger，I 啊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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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首啊，你们不知道我在唱什么吗？这哦，好像是，好像是。嗯，忘记我 ，confession 吗？不是，哇，忘记。噔噔噔！妈哦！四人皮，对对对对对，看你诚意喽。过来啊！过来呀、啊！还有什么歌曲呢？我好难中文还日文。你说我在哼的那一曲那个吗？好好，晚上好 ，confession。对对对 ，confession。来找找看。找到了，找到，是这首吗？啊，对啦，就是这一首。大家晚上好。选不出来了，好像还是比较喜欢拉链的。啊！Confession 在吧？我记得有啊。关注的石头，你去哪里了，德全？
噔噔噔噔噔噔。欢迎战士，晚上好。我现在的公司哈，地点在关渡。你的公司就叫做石头吗？真的假的？你有没有在骗我？好可爱，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可爱。啊，七个。是新的公司吗？还是你上次跟我分享傲娇，不知道是不是傲娇跟拉链我都喜欢。我新工作的公司就是那个新的嘛。勇哥，我要吃 pandan cake。 你们看我的新指甲，我的好朋友监督我说指甲还在吗？对，因为我上次那个没多久就掉了，我就去找真的是做指甲的朋友，就是真的专门在做，就是真的是在做指甲的一个好朋友做，他的就是比较牢固的，真的。哦，跌倒哦。帮我眼甲一点点，不晓得你们看不看得出来，就是我这两只比较不常咬。有，我决定好了。我刚刚想说跳 confession 好像也不错，但是但是好像还是喜欢拉链。还有什么啊？还有哪些歌啊？可是也想要，也想要
那个哎、欸。也想要。倘若压抑自己不曾坚定，告诉自己不喜欢你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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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悲伤折磨那首歌。怎么突然觉得我只能选一首哦？选吧哦。那你们觉得哪一个最？你们最想要看到是哪一个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床上它的毛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偷跑到的床上去翻滚？几个？就是、我要给依照你当初的说法，等一下，但是我不晓得要跟谁讲。坏猫猫，它是一只坏猫猫。可是张你张阿宝一定不会陪我跳拉链的、啊。这画面很不错。我来问张宝，我来问张宝，等我哟。张宝在哪里？很喜欢旋律是一首歌吗？没有名字的人，你太过分了吧！没有名字的人，超过分的。没有名字的人说来看一下头皮，下一秒送我啾啾的特效。哇，你是个狠角色！你们看我找到什么？这个可以给你们随便乱看的吗？我以后要高价送出这个。来，欢迎竞标。来，欢迎竞标。来，好，来开始。
2000。好，收到，2000。今天抓不停哦，我头痒痒。零元，2000。人家已经喊了2000，还可以喊2000，2001。夜蝶。白。很喜欢旋律，是我网上说的那一首歌。网上，我打成很喜欢洗碗，要附上全员签名哦。我来看一下 AKB48TP， 当然要。我是想跳欸。小吴为什么翻白眼？你是说很喜欢 AKB48TP 的旋律，还是很喜欢旋律？听不懂啦。圆山饭店，哎、欸，我给你看，手签信是签名还是？你是说签名还是圆山饭店？我觉得我目前最喜欢的就是。傲娇跟那首歌不知道叫什么，很喜欢，我也喜欢的、欸，我其实很喜欢那首歌。我以为你是说，我不知道我找不找得到。那个签名照。找到了，你们看，嗯，太亮了。什么？你也有那张？你也有？你怎么存这么多？这个我有收到一张，哇，你这么厉害！
这个你们有吗？这张很 cute。What happened with my hat? What is that?张宝好可爱，这是好像是什么鬼啊？这是什么经典？经典。哎，为什么有我的机票 ？Hello， 差点给大家看去。你要飞去哪里的机票？这时候去日本的啊。这是经典照片。这张最经典。没有。啊，给你们看经典，给你们看 ，Oh my Jesus！ 好看啊，不觉得好看吗？那个小宝贝，好没了。我是哭你，你要跟我一起去吃泥窟吗？可以复刻吗？哎，很想要复刻一下哎。什么时期啊？刚刚的时期，刚刚的时期，最早的时期。阿飞三，这边的都好有纪念价值哦。我看起来收档。哎，妈妈，我这双鞋子去哪里了？你看，得那么多、啊。一样的啊。对啊，得那么多一样的。天哪，得那么多。你在炫耀。对啊，得那么多，当扑克牌来玩。Where's my shoes？ 这是什么？马丁靴。矮的。你送人了吧？你说太大了，我忘记你送给谁了。好像有这么一回事，你怎么记得啊？我送给谁啊？家庭主妇本能。你说太大了，我忘记你送给谁。你说这双鞋太大了，或者你要送给人，可是我不知道。真的很大、欸。被提早赶下场。是吗？没有吧？有吗？是吗？没有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不是不是不是那时候吧？拉链可以跟圆竹竹跳，圆圈圈不是是圆竹竹，还是有什么可以跟猫咪一起跳的舞？我们两个抱，他抱圆圈圈上台跳舞，我抱 Tiger 上台跳舞。大健，你错过了太多了。那谁要抱布呢？他太重，我抱不动。那为什么没有人要抱布呢？可以让布来上台跳舞。
你有什么消好消息要跟我分享？我记得有卖家在卖，真的吗？你看，那我不想听了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你自己想办法吧。好吧，我还是听听看好了。你看，大姐。不给你看，你先跟我分享，我再决定要不要给你看。我看这个坏消息的程度有多让我难以接受。那我要讲的，请说。累的模样。有一个广告，对啊，那个我们那时候拍，忘记是什么，那个广告叫什么？拍贴机哦，还是什么？不是拍贴机的。有关那个，你又不来了，不准，不允许。不能来了，因为你要去参会吗？哎呦，会来哦，真的假的？但我只能去一场。耶，没关系，你终于要来了。你上次就有跟我说你可能只去一场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你会来餐聚餐吗？礼拜五你那个时间，好吧，没关系。那等你礼拜六来。开心开心。你有看过我们表演吗？你没有。你上次来表演，看我们表演什么时候啊？是诗雅的演唱会的时候吗？我感觉有这么久以前了。你上次看公演是什么时候 ？Reset 公演。大家小心思琪的魅力啊！我好像没看过你跳，我知道。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我认不出你的名字？黑流星，直接转几个意思？那你还是不要来看公演哈，转推就太过分了。目前公演各种公演目前哦，也觉得。爱只是变更多了。正推的话勉强可以接受，转推的话，你就会收到我去你家按电铃。哎，
我的。你有在哪里看到我过？有吧？阿杰刚哦啊，对对对，你只去看了阿杰那场而已啊。卷推呢？保险。害怕就好。你不觉得这样很经典吗？你不觉得好看吗？快来按我的，真推不容易啊，怎么那么好？好想要鼓鼓的抱枕，看看今年能不能有机会出道。出道？出道抱枕。对啊，你会来参会吗？在往我身上打了。我那天看到小吴很心虚的在换他的牌。有点吃粉。小吴，你被看到了哦。我考虑一下，我也许会。看来该冲了，他就会拿叉子擦我。我的位置是在那个远处位置，还在威胁我，没有不准他举别人的，我没有吧？位置是可以的。感觉喂食不行，我已经习惯了，我不会被国宝忽略的，我那样忽略你，你又没有讲话，我相信他说什么，你赶快重新叙述一次，因为我有看，你知道我用眼神骂他吗？你不就是黑流星吗？好吃，我妈。啊。你想吃肉酱面？还有肉酱吗？我才没有说嘴型嘞，我是用眼神就。因为他参会我，耶，开心。那你要准备好表演哦。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小吴涉及惨案的？那是因为他自己心虚，好不好？我哪有大骂？我在唱歌，我边唱歌看到边唱歌边那个，因为粉丝可以报名表演呢、啊。那你我知道了，参会你们先表演给我表演拉链给我看，然后我下一次演唱会再表演拉链给你们。参会可以表演，粉丝要表演啊。我要去穿队。你坐在旁边哦，James。
哪是那一天？不是那一天，有吗？可是我以为是小吴坐右边的那一次哎、欸，我突然想起有那天有事哎、欸，来不及了。不然你哪会认出来？我可是有超群的记忆能力。什么？大家什么？大家要跳拉链？你们小心一点。你现在要吃面。对啊，突然想吃咸的。嗯，赶快。你看我都流鼻涕了。我也是，都是他的。对啊，都是他，把它丢掉。背着小吴回家的。他们都是我用眼神威胁他们，我哪有？威胁谁？你威胁了谁？第一个威胁就是，对呀。我妈说第一个威胁的人就是，住在台南的富二代。住在台南的富二代。哦，是富二代，哥哥原谅我。我还是看李爱日好。不准哦，不允许。好惨！我哪有用嘴巴骂他？我没有，我才不是这种人呢。谁是台南的富二代？就那个最欠修理的那个。有肉酱吗？有肉酱吗？有肉酱吗？我饿了，妈妈。嗯，妈妈 ，please。那算了，我决定当天不带灯牌了。张万福，一头妈妈。15号。我眼睛是雪亮。别抽中前两位，我休息。怎么会危险啊？上回解除就要命，太久了吧，太久了吧。没关系。
那我吃香菜水饺。没饺子呀？没饺子，没面条。饺子卖饺子，吃饭好吃哎。希望我的车队能离果果比。车队啊，隔壁桌，我相信宝宝们都会坐在我旁边的。这一点没办法跟你像。哎，我超喜欢吃香菜水饺，100分。我跟你们说，真的超级好吃，真的是超级好吃，你们一定要吃吃看，超级好吃，有够好吃，我超喜欢吃香菜的。就看其他成员，那会有餐盘飞过去哦。我说真的，哎，妈咪，那件香菜水饺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求求你们去买买看，香菜水饺，对吧？很棒啊！芋哦，这间芋圆房。哎，谁知道？我。抱抱是不是？那你过来的，你过来啊。最近好多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手机坏掉，我要充电，我就 ，Oh my god， 充不了电，救命！哎，怎么充不了电？我得要缠，我得要绕两圈我的手机才能充得了电。现在还有点充不了，我要发疯。电源插的不是，是我手机的问题，因为我插哪一个，我插哪一个都是。好，拉电。哎呦喂呀！我要写谁比较好？想要跟猪宝宝。猪宝贝儿，章鱼还是猪猪，我都想要，但我怕章宝宝不想要站在我们旁边。我刚刚有问章阿宝，他说给粉丝决定，他说他给粉丝决定。好啊，啊，好可爱呀，喂喂喂，
礼拜一有那个哦，浪直播，不是我自己的直播，是那个的直播，跟大家玩游戏。你很烦人呢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呀、啊？帅哥啊，七个帅哥啊！我在帮他按摩头皮。起头拉去，好的。我不要夜蝶。NG 的歌其实也没有什么 NG 的歌啦，只是夜蝶会不敢跳。一下我们投什么？想说有点想要跳拉链跟那个。他说压抑是我的决定，控制自己不喜欢你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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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想看真真跳，那你去投真真，不要投我跳夜。好的好的，你要翻过来给我玩耍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看要吃啥。我差不多要下播了，我们等一下来看要吃啥。今天是洗头的日子。我们来看一下。我才看半集。
也就是哦，你们真好。哎嘘，如果我现在目前礼拜天，嗯，是很你爱，嘿嘿，你们都是对我特别好。啊 ，OK， 我也是啊 ，OK。大叔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我对你最严格了，好吧。教导我，我都在情乐果果，情乐情乐，你们知道那首歌吗？乱唱，安娜，安娜，阴阳虫，我，对啊，我都情乐你们。捐赠海粉，我还记得啊，准备跳槽了，是真的，没关系啊。那你要跳去哪里？水槽里。我最好了。下去旅行。在看什么？看起来没那么薄薄的。哎，这两只还是正方形的，这三只都是正方形的。我的指甲是正方形的。希望我可以有长指甲，灰指甲。其实我蛮喜欢这个长度的，但还希望可以再长一点点。记得 PO 没有问题，我自己很喜欢这次的主题，好可爱！先写业配了，请收藏。啊，你礼拜日不播，我努力赶回来播。是小不是是团宝宝吗？团宝宝好久不见，那天你说你有来看我的公演，然后呢我就想说好久不见的团宝宝，然后我就在健身的时候很认真，但是我没有看到你耶。下礼拜播哦，下礼拜应该可以播到两天。其实我就还是想排两天，但是好像每次都排不到。
我妈坐在我后面。可是我那天，我也好久没有看到小生了。我讨厌你这个。开玩笑的，我喜欢你，你快来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还有什么其他要做的吗？正在开车中，你刚下班吗？想说很久没有见到你。要跟团宝宝打招呼，结果没看到团宝宝。好可怕的国妈，你们坐哪我都知道。眼睛好像是遗传的，我要戴安全帽，那就会非常容易找到你。说什么？乱举牌的我都可以看一下，你不能乱举牌子。哇！不仅被我看到，还被国妈看到。Stephen， 晚上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跟他是同一个位置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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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一直忙着换牌子，我骂你呗。你想好就好，你想好就好。先别说，我都还没有忘记你当时就是说要来台北看公演，然后就买了 Bellflower 的，然后就又没有来看我。小生，好久不见，你来啦。刚刚在跟大家看我们那时候台演的照片，正在挖耳朵当中。晚安，好久不见。其实我是买萨库拉，真的、哦、才怪。哇！团宝宝之后要常常来看我表演。
因为很喜欢你的照片。我只看过一次 Daisy。 真的吗？是哦，怎么感觉都会可以看得到你。记得业配没问题。真的，你是买傻哭啦？怎么可能。没被修理。你变乖了。我在网络上学到帮猫咪按摩。很凶残的，有吗？其他活的啊、哦，好像是，好像是因为两天去看陈思远吧。你鼻水流不停，我妈咳不停，因为我们都是过敏的人类。屁啦，真的假的？按屁屁，那我还是不要乱按它好了。我要跟国妈看公演。我刚刚带着情绪说话，有吗？就跟去看陈思远，然后就没有来看我。我也好久没见到思远了，不知道最近好不好。顺便把过敏又看不好，为什么打个折一声？我们在同一个剧场看公演，我今年也要，今年没有了。也没有，因为呢，就是呢，两这样，那个店，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跟你们说，超过分，超过分。我要气死了！你不是，你这是蓄意谋杀。你才怪！你们知道我今天怎么样吗？我今天早上出门了嘛，然后我下班前，我妈打给我说，她要出门办事，然后呢叫我回来陪 Bruno 他们。
我就说好，我等一下回去。但是我大概国妈出门之后，大概半个小时，快一个小时之后才回到家。哎，结果我回家的时候，我看到有一只猫咪在窗户外面喵喵叫，好想进来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就拍给国妈看，我说你偷偷把它丢掉哦，想把它丢掉还被我发现。他直接把那个窗户关起来，然后把贴个丢在外面，我都看不懂是什么意思。你就是想把它丢掉，还好 Tiger 没有跑走。可是因为 Tiger 很乖啦，就是通常我在家的时候，我都会放它在阳台晃晃，因为它很喜欢看外面嘛，它就很喜欢跑出去外面看。但是我还没有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没有人在家的时候把它放在外面，感觉很可怕。对啊，国妈想把贴给丢掉，被我发现。国妈很开心啊！谢谢你的钱。我只是看个风景，真的，我给你们看。他超哀怨的，他哀怨到不行。Tiger，拜拜。你自己也在玩，拜拜。当然懂啊！哎，好坏啊你们！笑什么？而且我是一进家门，然后他叫哇哇这样嘞。他是坐在那边哦。我是，而且我一进来就听到他在叫。他是坐在那边。对，我不知道哎，我转头过去看到他就坐在那。你少来了，你少来了，你少来了，嘿嘿嘿。对呀，布诺也不提醒一下古玛说，一个在外面呢。这样我就敢摸你。Take off.
一个直接撞飞。好了，我真的要下播了。念榜吧，日常失误，差点失。还好我没有叫很大声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因为我刚刚就看到 Tig 要准备那个，今天念的是日榜，我刚刚就已经看到 Tig 要准备落跑了，但我来不及去接他，接你们，你们跌倒了。好，下播。今天第十名是查查，谢谢查查。今天的第九名是菲菲，哇，谢谢菲菲。今天第八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今天第七名是小生，谢谢小生。今天第一个名是佳明，谢谢佳明。今天第五名是团宝宝，谢谢团宝宝。今天的第四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。今天第三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今天的第二名是金米粥，谢谢金米粥。今天的第一名是没有名字的人，谢谢没有名字的人。我才刚，很大声，很大声吗？今天几号啊 ？Oh my god， 这么快哦！十一号。哎，你生日还不是他生日，不是十一号吧？是吗？啊，今天我不好看呢。不是啊，你生日是过几天而已啊。我下礼拜还会播啊，但是你是十三号哦，是吗？哇，十四号，四月十四，不是，四月十几号来？啊，嗯，喂、欸。哦，礼拜天就是十四号哦。你在新加坡？你在新加坡吗？他说我礼拜四有上班。还是我播十三号的十一点。好，那我十四号开直播好了。我可不想当坏人，但是我可能会播十点或十一点，然后播一下下，来跟你祝生日快乐。如果我有时间化妆的话，我就会努力漂漂亮的跟你说生日快乐。没有的话就一样啊，跟你说生日快乐。好，拜拜。对，我就一样会带着大象跟你说生日快乐。就要十五号凌晨，不会不会，十四、十一、十四号嘛。好啦，晚安大家，不要大象。我看一下怎么安排。大象抽抽，谢谢大象的火，烟火。艾萨克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小吴晚安，德雀晚安，朱里恩晚安，大健晚安，佳敏晚安，志祥晚安，艾卢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黑流星晚安，蓝宝宝晚安，小生晚安，欢迎战士晚安，小白兔晚安，博成晚安。啊呜啊呜啊！没有名字的人晚安，吉米周晚安。火锅吗？谢谢大家的火锅。啊，晚安，早点休息，我努力。
我吃饱了，好的，赶快回家休息，好吗？晚安。三二一，披萨。